我们这次可以顺利的打下赫连铁树，把这份盟约签了，辽夏就正式结盟，大宋江山唾手可得。 已经赶来了，难道风儿已经失守了？马上传令下去，速战速决。是。 这肉就剐一寸，我绝不容你丐帮。
毁了我辽夏结盟的大计！房主，房主，阎龙君，你再晚来一会儿。 本将军就被这群叫花子剁成肉酱了！你们听着，只要你们撤退，我就放了你们帮主。丐帮弟子起立，绝不能让赫连铁树活着！打鼓阵法！ 年轻人，你能于万军之中升擎主帅，老夫佩服啊！少废话，快放了我们帮主！放了你们帮主，可以。不过，阎龙渊，快救我！耶律主帅，你不必惊慌。 他是耶律主帅，这大辽主帅被抓了，这盟还怎么结啊？年轻人，我们以人换人，怎么样？冯爱，不能换！此行的目的就是不能让辽夏结盟的阴谋得逞，快动手，把耶律杀了！放手！ 年轻人，你可要想好了。如果你按着你师父说的去做，那就等于你亲手杀了你的师父，杀了你们帮主。年纪轻轻的，你就得背负着一个大逆不道、背信弃义的骂名。我保证，这将是你终生的梦魇，让你挥之不去。 大辽和西夏结盟势在必行，不会因为少了任何一个人而终止。乔兄弟，辽夏结盟的消息，是我们多少兄弟用命换来的。帮主就怕有闪失，才定下了双管齐下的计划。你怕背大逆不道的罪名，那我来杀了这个狗贼，我马大元自刎谢罪。马大哥。 你说的我萧峰都懂，可是我师父对我恩重如山，乔峰绝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恩师死在我面前而不出手相助。乔峰，你不要优柔寡断、不分轻重，坏了大事。马大哥，我是义军，我跟你换。好，有情有义，好男儿。那么。 我们一起放人吧。好。不。
公子，回鹘王与公主已经到了，王爷请您去拜见。他到了？不去，不去，我死也不去。公子，王爷可是吩咐了，即便是绑，也要将您绑去。我的好叔叔，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就像这样坠入火海，万劫不复吧？那回鹘公主的彪悍可是天下闻名啊！她还敢披甲上阵，杀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要是娶了这号可怕的人物，不就成了她的囊中之物，在她的手心里被她捏来捏去，我这辈子就阿弥陀佛了。公子，那在下只能遵从王爷的命令了。朱丹臣，放我下来！朱丹臣，把我放下来！朱丹臣，陛下，王爷，把玉儿放下，退下吧。是。拜见过回鹘王和公主。陛下，公主对玉有礼了。女儿，你觉得呢？不考虑了，不考虑了，父皇，我呀就嫁给这个王子。啊，要考虑，要考虑，要考虑得清清楚楚才行啊！公主，对玉无才无德，什么都不会。最大的本事呢，就是养养花，种种草，念念诗经啊什么的。你要是贸然嫁给像我这样的人，那可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。哎呀，不要紧的嘛，等我们两个结成夫妻以后啊，我就可以慢慢的调教你了。本公主上万的兵马都带过，哎呀，还愁你一个吗？公主啊，我段誉天生愚钝，干什么都不会，干什么也都不行。我看还是就不劳烦公主你费心了吧。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我呀就是看上你这个人了。那以后你就待在家里，你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，外面的事我全干了。公主啊，婚姻讲求缘分，两个人要有缘分才能白头偕老，强求不得呀。对，伯父说的太对了。公主啊，强求不得。父皇，反正我不管，我一见那段王子啊，我还就一见钟情了。今生今世，除了这段王子，我还谁都不嫁了。我，女儿。父皇，难道你就忍心女儿这辈子孤老终生啊？好。段皇爷。大理与回鹘一向相处甚好，和亲之事对两家百利而无一害，还请段皇爷三思。陛下，公主，段氏出自武林，以武立国，娶小王妃一事自然要门当户对，不如让公主跟小儿比试一番，如果公主胜出的话，如果我胜出了，你就依着我马上娶我；如果要是我败了，我立马打道回府。好，公主果然爽快。玉儿，爹呀，你这不是在害玉儿吗？她力气再大，你也不用怕，用一阳指点她的膻中穴，别伤到她就可以了。啊，我哪里会什么一阳指啊？段王子，段王子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啊！段誉还有话说。哎呀，有话等我们俩成亲再说吧。
看来啊，我女儿符合你们段家的要求。段皇爷应该选个良辰吉日为他们二人举办婚礼呀。哎，不，父皇，我和段王子要尽快完婚，依我看就今晚吧。啊啊，免得夜长梦多啊，惊喜吧。启禀公主，段王子他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段王子来接亲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他怎么那么着急呢？人家还没有打扮好呢。不是来接亲，段王子他逃走了。逃走了？你听我说呀，姑娘，我是被人追才跑到这里来的。被人追？那你一定是坏人啊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不是坏人，我不是，是我的家人就把我抓回去，所以我不管。你把我的赤尾金翅神弄丢了，还我一条。不就一条蛇吗？嗯，我还给你一条不就完了吗？哼，你说的倒轻巧，赤尾金翅蛇三年才出来一次，多少帮派要抓他做药引子，我在这儿等了十天十夜才等到他，就被你这个从天而降的臭小子给弄跑了。你在这里等三年，给我抓一条来。让我在这儿等上三年啊，这个不太好吧，姑娘，不太好。让这个臭丫头抓住赤尾金线蛇，快！竟然不会水，我到那边去搜。是。救命啊！
丫头，兴许她已经抓到了赤尾金线蛇，躲起来了。给我分头找。是是。臭丫头，赶快把蛇交出来，兴许我还能饶你不死。快点！哎，姑娘，你快把蛇给他们吧。不要，我要喂我的闪电雕。嗯，上！姑娘，快跑！你们听我说，附近有云，屋内有刺，一雌，二飞，三喜，四蛇。娱乐之心为雌，拔骨之心。快放了公子！臭丫头，想不到你还挺关心这个小白脸儿，把蛇给我扔过来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这佛经上还说。给我闭嘴！住手！嗯，给你就是了。司空玄，你竟敢坏我的好事！你敢！司空玄，这雕有毒！司空帮主，你真是得不偿失啊！你们神农帮和我们无量剑派都是为了得到这条蛇，来获取天山童姥生死符的解药，才大打出手的。现在蛇没了，你又身受剧毒。我左子木大人大量，就不为难你了，告辞。走。女娃娃，你是要死还是要活？你傻呀，我当然是要活了。可是，你要是把我和这位公子害死了，你就别想活了。好啊，那就交出解药，我就饶你一命。一命不行，我们是两个人啊。可以，那解药呢？这雕是我爹养的，我没有解药。敢在这里给我装疯卖傻！你要杀就杀，反正我跟你说实话了，你不相信又怨不得我。大不了同归于尽，你敢吗？被这死雕咬伤了，能活几天？我爹说了，能活七天。不过。司空帮主，你内力那么深厚，也许你能多活几天。给这小子服七日断肠散。这断肠散在七日之后毒发，杜长寸断而亡。小子，你给我去取雕毒解药，要在七日之内返回，我便给你解毒，再放了这个小姑娘。要是不回，我把她大卸八块，再放在油锅里炸。不要！我一定会给你取回解药来的，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。公子，我信你。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我叫钟灵。啊，钟姑娘，我的名字叫段玉。公子，咱俩有缘，才能同生共死，你放心的去吧。你放开我，放开！这个你交给我爹娘，他们认得出来。对了，我家不好找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我跟你说吧。哦，我都记住了。还有啊，我爹一见到姓段的就杀，你一定不要说你姓段啊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。好，你放心吧，钟姑娘，我一定会拿着解药救你出去的。司空帮主，你千万不要为难钟姑娘。
你要是敢为难他，我段誉就是赔上这条小命，也绝对不会把解药给你拿回来的。站住！小白脸，这么急匆匆的干什么去？是你呀！我现在要去钟姑娘家给司空帮主取解药，还请阁下高抬贵手，放段誉过去吧。哎，原来是去救司空玄那个老贼呀！恐怕你的小命要留在这儿了。嗯。啊！司空帮主！哎，站住！站住！小子，这可是我派的禁地，连本派弟子都不能入内，你赶快给我出来！神仙，神仙姐姐，哦，对不起。神仙姐姐，对不起，段誉不知道，这水滴是从神仙姐姐身上流出来的，对不起。哦，叩首千遍，供我驱策，遵行我命，百死无悔。记入古学者皆为有缘人，北冥神功凌波微步，唯我逍遥派武功精要，愿与之共享。待学成后位于杀尽逍遥派弟子。什么北冥神功凌波微步？还要学成后
杀进逍遥派弟子，逍遥派。原来神经姐姐早有安排呀、啊！钟姑娘，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师姐，乔峰被炎龙渊所伤，伤势如何？回帮主，经过一夜的调息，乔兄弟已无大碍。帮主，虽然此役我们成功了，可马大元心中一直有疑惑。你是奇怪，我为什么让乔峰一个人独闯辽营，对吧？是，我是有此想。这是我特意安排的，我要让他独闯龙潭入虎穴。你们想想看，丐帮的历代帮主，有哪一位不是九死一生啊？也只有经过这样磨砺的人，才能够有资格去引领群雄啊！帮主之意是要传位给乔兄弟？不错，此役我身受重伤，命不久矣。现在外有辽兵的铁骑入侵，内有泰山大会的众雄争位，我们必须选出一位有能力的新帮主，我才能死得瞑目啊！帮主啊，论武功，论为人，没人能够比得上乔兄弟，我对他是心服口服啊。嗯，说得对。自从乔兄弟完成了帮主为他所立的三大难题、七大功劳之后，我的心里啊，就一百个佩服。是啊，你们说的都对。这乔兄弟啊，确实是有勇有谋，武林同道都称他为北乔峰，可以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南慕容相提并论。可是，他毕竟太年轻啊，领导丐帮，恐怕欠妥吧。陈长老，你此言差矣，在破坏辽夏联盟一役紧要关头，要不是乔兄弟当机立断、急中生智，谁能救得下帮主？没错，白长老
说得很对呀、啊。如此说来，你们都同意我的抉择？我们听帮主的。帮主，您就拿主意吧，我们万事都听您的。好，好。帮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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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主。帮主，这场与大辽狗贼厮杀的场面，怎么会有个婴儿？日后你们会明白的。不知道乔兄弟你在这儿。嫂夫人，乔峰鲁莽吓到嫂夫人了，我这就走。乔兄弟，泉水温热吗？温热是宜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嫂夫人，您是被蛇咬到了吧？我的腿被蛇咬了一口，麻烦你过来扶我一下。嫂夫人，蛇的毒性很强，不出百步恐怕就会毒发身亡，救命要紧。宋夫人，请原谅乔峰无礼。